是四 A 班刘福我是四 A 班陈振润我是四 C 班陈焕森我是五 E 班莫可欣我哋今次嘅作品系保家卫中枪。近年天气变得越嚟越唔稳定，一时天晴，一时突然间落雨，有时仲会有住太阳落雨。我哋因以为天气晴朗，可能都会嘅打开个窗等空气流通啲。但如果当我哋翻晒工翻晒学嘅时候，个天突然之间落雨，咁屋里面就好容易俾雨水淋湿晒。于是我哋就谂有冇办法可以避免到呢个情况。所以我哋喺窗上加装一个装置，应利用 microB 编程模式在窗上安装一个水滴感应器和摩打，当落雨果阵，水滴感应器感应到窗上有水就会提通摩打，窗就会自动关，咁屋企就唔会被雨水淋湿。我哋继续谂紧可以优化嘅装置，令到装置可以更多用处，例如可以继续装个加个按钮同遥控，令到我哋唔喺屋企，如果醒起冇关窗都可以用遥控关到。